你不要声东击西的，还吓一跳，头为什么脏兮兮的？你看你的头，我给你洗得那么干净，你看你的头为什么脏兮兮的？还有抬头，你看你的鼻子为什么凹青？为什么？啊，你看你的鼻子加凹青，为什么？还是脏兮兮的，你看。刚刚不是帮你洗澡洗好了吗？我只是去喝个喜酒而已，回来你就变这样，你要去哪里？停，停，坐下。你要去哪里？你都不承认你错了哦。要不是我帮你救出来，你能在这里吗？想要去哪里？要躲起来是不是？不乖哦，不乖要打对不对？不乖要打，要逃避了哦，过来。不要动，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，万一东西掉下来又打到你了，对不对？逃避，不要动，坐下，停，坐下，乖，停，你最乖了，停，不要动，真的不要动，停，稍安勿躁，停，停，停，屁股停，乖，我最疼你的，对，最疼你的，不用怕。我念一念而已，等一下就好了。下次不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，不可以造反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你看你的整个头灰头土脸，整个鼻子凹青，下巴也红红的，你看看阿妮，你是做了什么坏事？还要顶嘴是吧？不乖哦，这样不行哦，下次不可以的，点点头嘞。那什么眼神啊？那是什么眼神啊？塞蕊哦，塞蕊哦，塞蕊哦，塞，怪异耶，下次不可以这样啊，等一下要洗头了，你看你的头脏兮兮，你看哥哥弄灰桶啊，你在一堆哥耶。